第五十八集。我掀开了裤衩，揪出了一条两指宽的大蜈蚣。我摔在地上，马海波看得眉毛直动，后脖筋一扯一扯的。你没事吧？我说不知道。哎呀，反正这趟菜我太亏了，这么多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挂球了。还好我护住了脸，没被咬成麻子。马海波有点嫌我身上这个味道，他站得离我远了一点，而且站上了上风口。他接着说：“啊，说后来呀，草丛子里边真的窜出来几头矮骡子，那样跟我描述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那个速度快的就像山猫似的。”结果呢，抓伤了罗福安，然后被他们乱枪又轰进了洞子里。他们吓坏了，就跑到这边来蹲守了，看住了洞内。结果罗福安呢，不久就发了癔症，胡言乱语。他们怕罗福安变得跟那个李德才一样，就把他反绑，还把他铐起来了。我这会儿呢，一边听，也终于清完了身上的虫子了。可是我这衣裳也就只剩下一条裤衩了，寒风这么一吹，我这屁股凉悠悠的，冷得我直打颤。马海波又问里边什么情况啊，问我怎么你一个人出来呀、啊、我说没看到我这样啊，里边死了一个武警战士，叫做胡悠然。还有啊，你手下姓刘的那个胖子也中了尸毒了。我糯米没带够，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矮骡子驱使的几百米的杜虫阵。我咬着牙冲了过来。说完这话，我的脚踩了个空，眼前一黑，甚至开始有些恍惚了。马海波见我这样，连忙扶住了：“没事吧？”“不是，哎，有事没事，你有什么办法啊？”马海波也意识到我有点发火这趟差事了，就没有再往下说。我来到了那个叫做罗福安的警察面前，他的双手已经被反铐住了。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脸，然后翻开眼睑，是上翻的白眼球，警觉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他大概是被矮骡子迷惑了魂儿，一会儿啊喊一下魂儿应该就没事了。我往那个右手里边吐了口吐沫，结果掐人中，他睁开了眼睛醒过来了。他这个瞳孔呈现出完美的圆形，可是颜色很淡，呈现出一个古怪的空洞。我心说不好，正想行动，他说话了，声调很古怪：“为什么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？”哎呦，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，我愣了神了，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。接着他又说了第二句话：“人类，你真的以为我们死了吗？我们只是回归了真神的怀抱，你手上沾染了头人的鲜血，你身上必受到所有幽灵生物的憎恶，颤抖吧，人类。”罗福安的周身有着淡淡的黑雾笼罩着，他这古怪的话语让我的心中一凛。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双眼翻白，舌头都不清楚，语调诡异，就知道此刻的他并不是他，而是被上身了。
背上身有很多种。在中国这个地界啊，就有请神、神打、走阴、降临以及鬼上身。所有这一切啊，鬼上身是最危险的一种，因为被鬼上身，身体的操控权已经被死去的鬼魂或者是灵体所掌握，生死寄于别人之手，身不由己，这个样子做出来的事情最可怕了。这是死去的矮骡子灵体在借着罗夫安的口与我对话呢，果然是有智慧的生物啊。真神是什么？是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安拉吗？我管不了那些了，但是十二法门中对于喊魂却自有一套办法，我也不含糊。我懒得听他在这儿给我下的诅咒，胡言乱语的，我一个大嘴巴子就抽过去了，果决无比。罗夫安的脸立刻呀很快就肿起来了，我用手指沾了一些伤口的血抹在他的脑门上，高喝了一声切啊，然后结内狮子印念金刚撒锤降魔咒超度于他。过了一会儿，罗富汉悠悠地醒过来了，睁开了眼看我，一脸的惊讶。嗯，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马海波笑着解开了他的手铐绳子，说呀，你呀鬼门关里走了一圈，你自己都不晓得呀。罗福安依然捂着自己的脸在这儿发愣。这时候周围的人已经把矮骡子的尸体收集在一起了，并把死去的三个人都收敛好。我说，谁去里面接应一下吴队长他们呢？矮骡子基本死绝了，虫子自然也散了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看向了马海波。马海波手下有三个人，一个留在了洞子里，一个被矮骡子上身刚解，人手少。武警战士倒是还有六个，但是却不归他指挥。见我掏出来这一堆虫子，没有几个人乐意去走这一遭的。我见他们犹豫，我说，老子为了争取时间，一个人踏着虫阵就跑出了，一口气儿都不带停的。现在矮骡子死光了，虫子也散了，里边还有你们的兄弟和战友在等待着你们的救援，可是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汉子敢去吗？真的让我这个重病号再跑一趟吗？有个战士很担心地问，那些虫子真的散了吗？我其实并不知道，不过就是为了给他信心，所以我这话呀就说得很满，说没了。不过你们今天啊得小心一点，包裹得紧一点，别挂到什么东西。我这么说立刻就有人站出来了，向导马海波剩余的那个手下以及两个战士。我让他们带一点糯米去，他们几个进了洞，其余的人留在外面收拾现场。马海波指挥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说，上了罗福安身子的矮骡子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马海波指挥着。过了一会儿啊，他问我说，这个矮骡子上身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世界上难道真的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我没好气儿地说，鬼扯，有吗？你见过吗？虽然这么说，我这个心里边啊其实也并不好受。
事物都是因为神秘而恐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矮骡子能够说话，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，但是我心中那道阴森的寒意却让我有些焦躁不安。我总感觉呀，被暗算了。大冷天风呼呼的刮呀，我总不能一直这么裸下去。没人准备多一套衣服，地上虽然躺着毫无声息的三位，他们不用穿了，但是我可没有半点儿惊扰王者的想法啊。我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，又重新套上去，这么一闻呢，哎呦，臭的我自己都想吐。不过要是比起这个臭味，身上的麻痒疼痛就更加让我难受了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法门记载，毒虫繁衍地必有良药。有一个小战士陪着我，我就让他和我一起去那千年古树的周围转了一圈，终于在西边的草甸子里发现了龙蕨草的存在。我赶紧让他多采了一点，用石头把草榨出了汁水，然后把这稀烂的草团子敷在了身上。龙蕨草性阴，阔叶锯齿，带着绿色的光芒，它是解毒的，对于这个蛇呀、虫啊、这些叮咬是有奇效的。我让他帮我多弄一点，打了包，我准备带回去。敷上之后啊，就感觉全身冰冰凉的了。虫毒的灼热蔓延感也消退了许多。我看着手中这龙蕨草，想到了降服金蚕蛊的往事。哎呀，当时它可是我人生的噩梦啊！可是哪能想到这会儿啊，我倒是真的想念这条肥虫子了。你说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？要是此刻有他在，趴在我这伤口上吸这么一吸，我也不用这么难过呀。那边马海波在叫我，我跟武警战士一起回去了，就见到吴队长他们已经出了洞，中了尸毒的刘警官被平放在地上，一脸的黑色。我问，哎，用糯米拔毒了没有啊？有人说拔了呀，可是没有效果。我这么一看，那个牙印已经结了痂了。我蹲下来，用刀子把这个痂挑开，然后任那黑血流出来，流干净了。我又找来了糯米敷好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这个脸色才好了一些。摸了一下他的指甲，并不显得那么坚硬，也没有发黑。啊，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，说没事了，就是流血有点多，回去补补吧。吴队长、马海波这两个人聚在了一块儿，盘点着今天的战果。吴队长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虫子确实已经散了，就跟之前一样，现在已然是悄无声息了，但是却留下了一地的尸体，还有死去的矮骡子。他们把矮骡子的尸体拖了出来，里里外外的总共有18具尸体，整齐地摆在不远的那个平地上，有人呢还专门拍照调查取证。
今天的战果是显赫的，但是损失也是很大的，死了四个人。武警战士胡悠然、小董、李德才，还有乡里的王干事。剩下的这些人，伤的伤，吓的吓，都是心神未定，居然没有几个精神正常的了。这样的结果，这两个带队的回去肯定是要受到处罚的，特别是吴队长，他虽然没多说，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情肯定是不好的。商议了一会儿，决定带着尸体回去，矮骡子太多了，也只能背上四个，那么其他的呢，也就没心思埋了，先放在岩洞里吧，改天再来收拾吧。大家凑了一凑，总算是弄出了三张裹尸布。回城的时候啊，我属于伤员，就没有参与背尸的事情。我脚疼啊，走得慢，落在了队伍的后面。马海波在我的旁边背着小董的尸体，就问我了，哎，那岩洞里的那内脏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吴队长说很奇怪，那是矮骡子做的吗？我说问我也没用啊，我还奇怪呢，就那石桌就很奇怪啊，你看那里面的蝙蝠就没有一个敢靠近那个石桌的，还盛着内脏。它风干了啊，可是居然没有被蛇虫鼠蚁给吃了。我站在那旁边啊，我也是感觉很不舒服，我就在想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祭祀的仪式，还是别的什么呢？马海波又问，哎，进山的路上那个老头子搞了什么鬼了？他怎么就把水壶里面的水变成了蛆虫了呢？我按了按肚子，我发觉啊，我中的蛊毒已经渐渐的消散了。我就说，那你觉得呢？哎，他说是不是被下了蛊了呢？嗯，怎么其他人没有症状呢？我说，那个老头啊，可能是我的一个仇家，回去的时候把它带上吧。嗯，投毒啊，不，应该是投放危险物质。到底怎么处理它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他看了看我，真要搞？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人家已经逼到这份上了，如果不还击，真当我是好欺负呢？当然我这不是使唤你啊，也不是命令你，我就算报案，是不是？你秉公执法呀。我们原路返回，一路上气氛很沉默，三具尸体以及留在溶洞中的小战士胡悠然，就像一座大山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天空阴沉沉的，所有人除了不说话，唯一相同的举动就是时不时地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我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我被这些若有若无的眼光扫着，我仔细想着，最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答案。他们一定在想，哎，这个貂毛怎么没死啊？